皇叔到此乃是贵客，我不曾言语，你怎么就收下了礼物啊？皇叔亲自过江来送礼，你老人家若不收下，他那心下就不欢也嘞。有道是武功不收禄啊，收禄必有功啊。我的功在哪里呀？你老人家尽得功去，在太后家前说上几句好话，岂不就有了功了吗？你这两句话倒也中听不中听。